哇，还有看到，哇，你的人气太强了啦！对呀，人气太强了。对，因为我们提早到，对不对？是。对呀，很多人是还在家里面那个，还在路上打扮，还来不及赶过来。真的假的？对呀，哎，天哪，全部都是我们的那个，说假，你过来，给我过来。好了好了，哎，我们见完了，我们知道你的威力了。OK 啦，好了，既然你们相亲就好，那到我家吃饭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去找玉林的妈妈，还有爸爸，好了，好不好？对啊，对，全国观众都想看看你爸爸妈妈长什么样。OK，OK，好，来来，走走走走走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。哎呦，真的很淳朴的地方，真的假的？就要到了，你会有紧张的感觉？好紧张哦，真的假的？我不要进去，我不要进去，真的假的？我害怕，我不要进去。你在哪一间？你跟我讲。家了就别这一点。来来来，走走走。来过啊，来过。哎呀，来过。哎呀，来过。这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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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边啊，对，都有一桌，爸，你们两个坐在这地方看报纸。三个也很客气。你们乱讲话。对呀。妈都会生气。不要。来哦。哦，来来来来来。太好了，来来来，进来进来。来，谢谢妈。来吧。不用，哎，我看到了爸爸了，他爸爸，我看到他爸爸了。爸爸的皮肤好好哦，80几岁了，还是很帅哎，头发好油亮哦。对啊。哇，哎呀，妈妈嘞，妈妈嘞，哎，那在厨房，在厨房。好，说，我们就看一下，在准备饭菜。妈妈，我是感觉就是一个非常淳朴的家庭哦。对啊。他怎么还是会这样？你有看过他上节目吗？有，我一直看你上节目。你们跟他讲话很夸张。 意思是说，多挖二年了。爱玩客，背包客，荒腔走板，出游去，生猪如大动肝火。中下去做生鱼片好。各位生猪，生鱼片，各位生猪，你很烦。你是人是笨的，你也不这样，这么大的。啊！啊！啊！这一次，让我女儿看到。 炸死我！第一回家就能看到你爸亲手，精彩内容请锁定每周三晚间10点《爱玩咖》。